北京时间8月10日，据名记 Shams 报道，经纪人确认独行侠和小的里克比琼斯签下了一份一年全额保障的合同。美媒报道称，这份合同的预计年薪是201万美元。随着小德里克·比琼斯的签约，独行侠15+2名单出炉，他们的常规阵容名额已满，还剩一个双向合同名额。东契奇和欧文将率领这支独行侠冲击总冠军。小德里克·比琼斯身高2米01，主打小前锋。此前他拒绝执行2023-24赛季在公牛的球员选项，价值330万美元，成为完全自由球员。不过他并没有得到很多球队的青睐，也没拿到他想要的更大合同。若他签约金额真的是201万美元，那么小琼斯确实亏了不少。2022-23赛季常规赛，小德里克比琼斯为公牛出战64场常规赛，场均5分2.4板0.5助，投篮命中率 50%， 三分命中率 33.8%。 他是2016年的落选秀 NBA 选秀大会中落选，生涯先后效力于太阳、热火、开拓者和公牛。2020年2月16日他夺得 NBA 全明星扣篮大赛冠军。随着小德里克比琼斯的签约，独行侠的阵容名单变成15+2，常规阵容15人，按薪金高低排序是东契奇、欧文、小哈达威、格兰特、比威廉姆斯、霍姆斯、克勒贝尔、麦基、兰弗利二世、约什比格林、塞斯比库里、鲍威尔、埃克萨姆、普洛斯珀、小德里克比琼斯和哈迪。双向合同两人是 AJ 比劳森和小麦尔斯。这套阵容的总薪水是1.63亿美元左右。美媒 Statmus 也晒出了独行侠目前的阵容深度，并提问独行侠这个赛季能排名西部第几，大家觉得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